7年1换代的保时捷帕拉梅拉迎来了全新的第三代车型。这次全球发布的两款车中，一款是 Exclusive 行政加长燃油版，另外一款是标轴的 E-Hybrid Turbo 插电混动版。帕拉梅拉虽然和奔驰 S、宝马七系一样，定位豪华行政 D 级车，但是这些年显而易见占据着不同的细分市场。在中国市场的预售也正式开始，103.8万起售。第三代帕拉梅拉整体轮廓基本得到了延续，标轴版车长5.05米，行政版为5.2米，整体风格更加的凌厉，前包围采用了新的造型风格，视觉效果更加的宽大，并且仔细观察大灯内部的造型以及光源都是有所改变的。车尾部分继续采用贯穿式的风格，并且造型更加的精致。重头戏是全新的 Panamera， 标配带有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的双腔双阀空气悬架，双阀门技术可以实现像视频中一样减震器单独的控制回弹与压缩，在舒适性和运动性之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调节范围，带来更大的乘坐安全性和舒适性。这只是厂家展示功能，量产车是不会有这个软件调节的，但会确实有这个硬件的悬架。 Panamera 燃油版搭载的是2.9升V6涡轮增压发动机，0百加速5.1秒，四驱版0百加速4.8秒，极速270公里每小时。而 Turbo E-Hybrid 的动力采用4.0升V8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配合一台全新的140千瓦电机，0百加速3.2秒，最高车速可达315公里，电池的容量为25.9千瓦时。内饰方面调整较大，采用和保时捷新款凯宴相同的布局，依旧保留了5连表和罗盘等经典的设计，12.6寸全液晶仪表屏，并且做了前置的挖空处理，也就是说和中控屏以及新增加的副驾屏不在一个平面上，更加的电气化。那么大家觉得第三代的保时捷 Panamera 怎么样呢？